为什么养老院的钱是你付的？多少钱我转给你？我的钱不就你的钱？小孩我每一天在照顾，劳动家务不是免费的。你现在意思就是你要回英国？我留在这里继续赚钱当摇钱树。你来找我不就是想要有个依靠吗？让我照顾你。你要照顾我什么？那是你自己选的。这不是我选的。好，你说的，我管你选的。